为嘉宾，这一次可以是在劳伦斯许的时装秀上面扮演王昭君开场献唱。一种创意吧，然后在巴黎劳伦斯许先生的这样的一个秀场，我作为一个开幕。对，现在大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啊，特别美。哎，这和你平常你自己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吗？你在 T 台上唱。这是我第一次走上 T 台，也是第一次用传统的艺术和时尚的这样的对接和冲击，然后也蛮有意义的，挺难忘的。而且我也听说啊，说你这样演完了，这台下的观众朋友也都不知道，刚才这么媚的一位美女是一位男儿身。我已经回到北京了，突然接到巴黎很多的杂志的电话，然后因为什么会那么晚打？因为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我是个男的，对。后来他们挺吃惊的打过来电话说，原来给劳伦斯许先生开幕的那个是个男人，所以他们就特别感兴趣。他们反应也太慢了点，可能没有告诉他。主要你太像了哈。好，王昭君也是这一次，就是身着这一款龙袍。其实不是身上这一款。是另外一件龙袍，依然叫龙袍。哎，也是龙袍哦，穿了这么多件龙袍。当然，这是劳伦斯许的一个特色。哦，那这两件龙袍有什么讲法吗？完全不一样的风格，虽然同样是龙袍，你感觉的，给你打扮出来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其实对于当时来说，作为一名中国人，然后穿着中国设计师所设计的作品，站在了世界顶级的时尚殿堂上，那一刻我觉得可能除了激动感动，更多的是一种民族的自豪感。这个说得特别好。对，你不觉得不自觉的那种感动，你就他哭了，我觉得那天真的。当时做完秀之后，其实我们在后台也是我跟玉刚哥一起来接受了采访。我当时说的一件最激动人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当时首先出场的是玉刚哥先出去，然后我在后台我看不见的，但是我其实一来有大屏幕，二来那个现场是顶上是个镜子，整个是镜子，我在后台看到的时候，你也想起，你不知道那种感受是什么，尤其当玉刚哥他旋转那一瞬间，你知道吗？在天花板上旋转，你就觉得你心也跟着去旋转。对，有点像一个中国的蝴蝶飞在了世界的顶级舞台上的那种感受，你鸡皮疙瘩就一直在掉，就说不上来。可能那种感动只能意会不能言传，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种感受。这是我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。第二个其实来源于你自己，因为当你走在巴黎高定女双周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可能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，其实你就是希望说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中国，认识中国，而在那一刻可能我们做到。而对于我自己来说，当站在那里的时候，第一个出场，我是作为模特里面一号模特，开场模特来去走的。走出去那一瞬间，第一套是龙袍，然后我的发型也是唯一是戴了一个皇冠的。你会觉得走出去的时候，哇，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中国的皇后，在那个世界的舞台上，那种霸气。虽然说，你看，这就是中国的设计，你看，这是中国的魅力，就有那种感觉。而当我第二次出场的时候，是谢幕的时候，而我也是领着整个队伍，当时的模特大部分可能都是外国人。然后在那一瞬间，你有点像将军统帅的感觉，你就走出去，而那一刻我居然笑了。我前面是很酷很酷的去引领的，但是到我出场谢幕的时候，我就笑了。你知道为什么笑了？为什么？我觉得那种可能，这种所谓说让世界了解中国，你就会觉得哇，这一刻我们做到了，劳伦斯许也做到了，我真的好自豪。哇，太棒了！继续创业，虽然我们没有能够亲临现场，但是你设计界的秀秀，他是华人设计工匠，向世界顶级殿堂的一次叩门，让中国创意照亮世界时尚之巅。这是一代中国人的时尚梦想。2014中国时尚大典梦想的力量之创意发布，中国定制登陆巴黎。掌声有请劳伦斯许，有请。
回到了巴黎的那种意境当中，那种感受当中。对，音乐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巴黎秀场，因为为了一场秀确实很不容易。高级定制，是所有设计师的梦。是超越在演出时候的这个容袍，据说是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良，或者是说加了很多新的东西、新的元素进去。对，其实因为那个容袍还有那个就是祭月、祭日的，不同的蓝色的是祭月的。对吧，我们就是女王是吧，超越有做女王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那我听说哈，这次我们巴黎这个演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你好像还把云锦的织机给搬过去了，是吧？是的。然后那个其实云锦一直是皇室贵族所使用的面料，它寸步寸金嘛，然后它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我们想让世界人民更了解中国的这种古老的记忆。我相信它流传的可能不是织出来的纯金纯银的面料，而是中国的文化和历史。于是我们就不远万里，把一个高达五米高的这个木织机运到了巴黎，在巴黎的巴黎现场，一边走秀一边织，然后震撼了巴黎人，震撼了世界。于老师有看到吗？当时我看到特别雄伟的一个装置艺术，其实并不是装置艺术，它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。而且据说云锦它两个中间一天只能织出五六厘米。我最欣赏劳伦斯取的这一点就是他用了中国的面料，而且呢带到了世界上。而且我知道好像是云锦现在用高科技的，比如说电脑啊、计算机啊之类的这种方式是没有办法代替人工的这种织机的方式，所以它是非常珍贵的，而且属于咱们中国自己的创意发明，对不对？所以越感谢劳伦斯许能够把中国的这些创意带过去。而且刚才你也说了一句，主创还是很有价值，能够站上高级定制的舞台，巴黎高级定制的舞台。这中间的过程我相信也有很多的艰辛和奋斗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最后我们都绽放了，我们都成功了。在这里我们掌声恭喜超越啊，超越好开心的，是不是？巴黎之旅，你们看我一直从刚才到现在一直除了笑都是笑了。在那个朋友圈快被人家刷屏了，那一天是超越登基之旅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，你可以关注我们时尚大典的官方微博、微信。那么当然，只要你对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扫描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现场聆听独家。